民众最关心的就是口罩到底够不够用呢？外传说现在口罩缺货啦，而且被哄抬了价格。那么疾管局长就说了，台湾的口罩自制能力非常的强，而且有余力外销，疾管局储备量是满山满谷的，只要是市场上缺货的话，那么疾管局随时都可以大量的释出。如果真有哄抬的情况，那么疾管局也会移请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来进行调查。